一一一是一个重要的数字，是我 fans 的话都知道11月1日是我生日啦。另外呢，一一一三条一有第二个 signal， 就是1月11号是草南的生日啦。一一一就咁将我同草南串连埋一齐啦。我同佢啊梗有啲嘢嘅。我仲记得当日喺球场度识草南嘅时候，佢嗰隻闪灵灵嘅门牙真係好鬼耀眼嘅。俾佢闪咗一嘢之后呢，我哋两个就成为咗好朋友啦。一一一，我诚邀大家同草南一齐庆祝生日。南蛙对联蛙红牛，夜晚8点旺角场见。